菩萨就是三宝弟子。那台湾民间宗教也是佛教跟道教通通拜啊。比如你看过南海普佛观世音有没有？观音菩萨旁边有玉皇大帝、天上圣母、王母娘娘，对不对？还有三太子，哇，一排，对不对？我们台湾也是在拜啊，可是你要注意听，注意听，念大悲咒跟念观世音菩萨，并不代表你是佛弟子啊。举一个例子，我的爸爸李冠道，他是点传师啊，他也念佛跟念啊，他念大悲咒，可是他满脑子里面是李冠道的想法，他不是佛教徒啊。所以你以为拜观世音菩萨就是佛教徒吗？答案不是，是你的脑筋里要信受佛法僧三宝。而且皈依，你才叫真正的佛弟子。真话是很难听的，对不对？可是你真正要得到三皈依五戒的功德，你作为佛弟子的话，其实其他的天龙八部啊，他都会敬畏你。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找到成佛的道路，你这条好好的修行，对不对？老飞公也会很高兴的，他也会顾念你的。知道吗？接下来再看下面，心似铜戒，尔时世尊知止菩萨三起不止，而告之曰：“汝等谛听，你要好好的听下一段我讲的真话。为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佛下一段讲的真话会震动很多人的。请看长行文幻章篇，啊，这段我讲过了。”根二正达，根二心一是长行文，后面是记咒。好，接下来来再看，请看35页。人一正开净贤远，根二回一初值净之情。好，我再要翻译一下，看英文。Indicating the feelings of the old sentient being about the attachment of the closed effect. Closed effect 就是待会儿讲佛视线成佛，可是我们对这个想法有 strongly attachment， 把 attachment 画起来。这个我们修行就是要去除你的 attachment。那另外一个是叫做 gravity， 执着。我们常说要看破跟放下，为什么我们会看不破呢？因为我们不知道事实的真相。举一个例子，咱们要讲一个经文里面，先看师父。我今天穿的是咖啡色的衣服，我披的是大圣的袈裟。可是你看，菩提迦耶朝圣跟八大圣地朝片，那很多地方我是穿喇嘛的衣服。请问，穿红色喇嘛的衣服跟我现在穿咖啡色的衣服，西蒙师是同一个还是不同一个？你们确定吗？确定吗？对。可是呢，很多人是喜欢我穿咖啡色的衣服，不喜欢我穿喇嘛的衣服。事实上，我两个传承都有。我大乘菩萨戒，金刚乘我也做过菩萨戒，我是在菩提迦耶接受大宝法王传菩萨戒。所以我有大乘的跟金刚乘两个的传承，可是一般的人呢，只看到我咖啡色的衣服很喜欢。为什么？台湾我有另外一个绰号叫 Chocolate Monk， 台湾呢小朋友在喜欢，哎，师傅来了，因为我穿咖啡色，我都拿巧克力给他。好，我在听说我在新加坡有另外一个绰号叫 MRT Monk， 因为我专门做 MRT 的。对，师傅习惯做 MRT， 因为它很方便。可是呢，你喜欢穿咖啡色的衣服，你就觉得是新红色。可是你看到红色的衣服，我不喜欢。可是话又说回来，你们打麻将的时候不都穿红色的衣服吗？你们主要还穿了红色的 underwear 啊，才会发财嘛，不是吗？可见是什么？你的分别心。写下来，分别心是你烦恼的根源。我再讲一遍。分别心是你烦恼的根源。为什么？因为你有强烈的分别心，所以也有西藏的人过去跟喇嘛问我说，为什么你们大乘有些穿土黄色，有些穿咖啡色，有些穿灰色，有些穿黑色。在西藏人认为黑色是不好的，黑色代表恶业。可是你会发现现在的年轻人 black and white 很酷啊，对不对？
全世界不会不流行的颜色是 black and white， 可是在西藏人认为穿黑色代表恶业，所以西藏人认为红色 orange red 跟 yellow 是最尊贵的，所以西藏的喇嘛人都见他们都是穿红色的衣服。所以可见呢，就是你文化的分别。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请看下面的经文。因为我们认为佛陀就是古印度2500多年前的释迦牟尼佛而已，我们就认定这个，所以我们叫原始佛教 Original Buddhism。 其实 Buddhism is not original， 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说一样的正法，过去的过去在过去， Which one is the first original？ 你告诉我答案。没有，现在很多人学南传佛教，泰国斯里兰卡就跟你讲original Buddhism is pure Buddhism。 Who said that? I disagree。 你读法华经你就会有智慧。请看经文第35页第7行，如来秘密神通之力，一切世间天人及阿修罗接受认为，今天释迦牟尼佛离开了释迦族的王宫，净饭王与他王宫去离开去所谓伽耶城不远，伽耶城不远就是 Bodhigaya， 坐于道场下得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待会我会给你看图片。这时候认为请按回二，破镜显远分二即一，正弦乐，请看英文。好，因为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要解释。请看回二，过境弦乐 ，breaking the closed attachment and showing the far and the secret truth。请看其一，正弦乐 ，formally indicating the far and the secret truth。然释迦牟尼佛亲自对我们说，我这里的我就是释迦牟尼佛，我成佛以来啊，已经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由他劫了。可是当佛讲这句话的时候，很多大菩萨相信。为什么？菩萨看得到过去现在与未来，菩萨相信。而我们有些相信，有些会吓一跳。哎呀，在阿含经里面写呢，佛是阿罗汉，佛呢是大阿罗汉，迦叶尊者也是阿罗汉，可是呢佛叫大阿罗汉，他就发觉呢佛的功德力比我大，不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未来，我就看不到。阿罗汉一般只有看到这个人前500世跟后500世才看得到，比如你现在看到了迦叶尊者，对不对？迦叶尊者现在还在地球上鸡足山，释迦牟尼佛把袈裟交给他，567000万年以后呢，他会亲自交给弥勒菩萨，所以迦叶尊者现在还在地球住禅定。可是迦叶尊者他是阿罗汉，他只看到你这个人可以看到500世，可是前501世是什么？你问他他不知道，他说你要去问佛。后500世他也知道，了解吗？所以他是阿罗汉，可是佛叫做大阿罗汉，就是佛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很清楚的。所以当佛讲这句话的时候，菩萨他可以接受，阿罗汉有些不能接受，有些阿罗汉会吓一跳。那人呢，要有善根的人，读过法华经的人他会接受，可是没有读法华经会吓一跳。哎呀，佛陀啊，你是不是脑筋坏掉了？你怎么会讲你过去已经成佛了呢？那你现在的呢是真的还假的呢？事实上佛告诉你，然善男子，我时已经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由他劫啊。这是佛真正讲真话。好，接下来先看一下我们刚才讲 strong attachment。 南传佛教的人就认为所谓的佛只有2500年前或2600年前呢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佛太子。请看，这是印度的画像，佛陀昼夜精进，下雨的时候拿的龙王为他护法。接下来佛要成佛的时候呢，他放了光通知了天上的魔王，魔王的呢宫殿大地六遍震动，他知道释迦牟尼佛今天呢要成佛了，他想破坏他，所以魔王就派了3个美女来诱惑佛陀。
对不对？可是在佛的眼睛看呢，这三个美女啊，只是呢皮包骨的骷髅头而已。佛一放光跟他讲，三位美女，你认为你很美，其实你死的时候只是一对骷髅头啊。当佛一放光到了他的时候，那三个美女看到这里的骷髅头，啊的一声就不见了，代表佛陀降服了贪的烦恼。假如现在有美女在你面前呢，我看第一个晕倒的可能是你吧。为什么我们执着这个外相是真的？接下来魔王呢觉得美女不能够动摇释迦牟尼佛，就呢派了万马红军，妖魔鬼怪全部都出现。那在南传里面呢，中间有一个叫监牢地神，这时候他出来做护法。其实在北传里没有讲监牢地神，你们呢监牢地神是在哪里有出现？地藏经，对，这是南传的传记图。然后你看佛陀就用降魔大臂做我的证明，所有的万马军团的妖魔鬼怪代表他降服了嗔的烦恼。所以当你发脾气的时候啊，是很可怕的。所以为什么嗔心重来生会作为蟒蛇身？接下来再看佛陀呢觉得贪不能动摇佛陀，嗔也不能动摇佛陀。于是接下来看一下，中间是释迦牟尼佛，背后呢就是魔王。请问高达玛悉达塔，我就是你啊，你现在跑不掉了。佛讲了一段话，本来就无我，你怎么可能伤害我呢？我了悟了缘起性空的教法，是没有我而可得的，所以也不会有一个我被你伤害。佛讲了这个缘起性空的教法以后呢，那魔王啊的一声又不见了。所以你看旁边这些都是幻境，代表佛陀降服痴的烦恼。所以为什么我们修行要调伏贪嗔痴？了解吗？这很重要。你没有掌握住佛法的这个修行重点，就算你生生生世很努力，不把沙为饭呢放在电锅里煮啊，煮24小时，它是不会变成饭的。为什么呢？你拿错了，把沙子放到电锅里。这个比喻是写在《楞严经》。所以接下来佛陀夜睹明心，所以佛陀真正成佛是什么？他降服了贪嗔痴的烦恼，了悟了缘起性空。有些净土宗人说佛陀在树底下是念阿弥陀佛成佛，其实这不对，这是方便说。佛陀是了悟缘起性空而成佛的。接下来佛陀成佛以后，他知道他悟的道理非常的深，他来人间呢示现八相成道，叫舍兜率降王宫，弃位出家，普行学道。其实他是来表演的，佛陀无量劫早就已经成佛了。那这八相成道的成佛，只有究竟圆满的佛才有资格实现。接下来佛陀本来是要入殿，这时候大梵天王，请看，很像你们看的四眼天神庙，你们叫四的叫做四面佛，其实不是，它是四面天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新加坡，对，在福禄寿你们都喜欢讲四面佛，可见佛法的水准很差。他是四面大梵天王，他不是佛。现在还配呢东南西北，健康事业婚姻跟发财，真厉害啊！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萨埵萨埵。所以佛陀呢接受了大梵天王，你看他拿莲花供养佛陀，终身很苦啊，你究竟圆满成佛，希望你不要入灭。你为我们众生讲佛法，所有的众生就是不知道是佛法，所以他不知道修行的道路，就在茫茫的黑暗当中，就像没有灯塔一般。佛陀，请你为众生说法吧。所以佛陀接受大梵天王用莲花来供养。在我们看藏传佛教，大梵天王跟帝释天，一个拿白色的法轮，一个拿金色的法轮，亲自请佛说法。佛呢就说，我觉悟的佛法是甚深甚深的。好，我就开始讲什么大方广佛华严经。那时候佛陀讲经的时候，人间的人都不知道，就看到佛坐在树下打坐。可是呢，无量无边的世界，过去现在未来，诵过华严经的人，诵过普贤行愿品的人，就通通参加了这个法会。所以我苦口婆心为什么劝你念普贤行愿品，
因为你念五千行愿品，你会遇到行劫千佛的。你若不修，将来佛讲经的时候，你没有修那个法门，你是参加不了那个法会的。接下来佛呢才开始讲完21天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时候，就从菩提迦耶往西边走，一直走到瓦拉纳西，才开始度五比丘，佛才讲阿含经啊。请问哪一个是 original Buddhism 呢？各位要想一想，你多读一些经论，你的想法我师父不会说你是错的，但是你会变的。佛法浩瀚如海，谦卑一点，南传北传藏传都是佛陀说的教法。好，请看，请抄下来。化身是方便说去摩地嘎雅成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叫化身佛。报身就是真实说，我实质上成佛以来已经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弥他劫了。我刚才说过，佛在《放网经》传无上界的时候，他说我来地球已经来了8000次，待会儿会给你看光明山的这个《放网经》的毗卢遮那佛。请看，所以我们再看佛像里面木雕，佛陀半夜骑着马车东南西北看生老病死，其实这是化身方便说。佛陀剃发出家，在故事里面看到了，看到一个出家人，然后呢说你是谁，他说我是沙门，其实那是过去佛为了来度他的，因为佛自己是剃头的，因为释迦牟尼佛是来演戏的。可是呢现在啊，我说一个笑话，假如你半夜梦见你是剃头出家人，醒来以后请问你是出家人吗？回答我，再讲一遍，你半夜梦见这个剃头，然后你做出家人，醒来以后请问你是出家人吗？各位很聪明，答案不是，做梦都是假的。现在出家要在佛前面有善知识，正是为你受仪轨剃发染衣，这才是真正的出家。所以出家要有佛像，要有善知识，也有剃度的仪轨。可是佛陀在示现的时候，他是这个娑婆世界的 enlightened Buddha， 所以他是自己剃头的。接下来你看，这是藏传佛教的壁画，你看佛陀自己在法地田法这个天人，对不对？就供养袈裟，这些都是天龙八部，不是佛菩萨。因为佛陀呢在没有来这个人间之前，他住在东帅内院，也就是现在弥勒菩萨所住的叫东帅内院，释迦牟尼佛前身叫善慧菩萨。他无量劫修行只剩下一生，他就圆满成佛，所以他来人间。当他剃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右上角天上的菩萨和天人呢只坐着大宝莲花来给佛袈裟。接下来你看，佛陀在鹿野园度五比丘，其实这都是化身的方便说。你看，再来看，佛陀在鹿野苑里面呢遇到五比丘，刚开始五比丘是不喜欢他的，为什么？他在泥莲禅阁，各位知道打坐，有一天他听到了一个师徒的对话，对不对？琴弦调太紧的时候没有声音，声音很尖锐；琴弦调太松也没有声音。后来佛觉悟了中道，所以在佛地高雅里面有泥莲禅阁，现在泥莲禅阁呢已经干枯了。佛陀在那边打坐的时候，他听到了中道才是真正的修行方法，苦行你是不能开悟了。所以佛呢就把自己的脚给放下来，接受牧羊女的供养，所以菩萨不是可以喝牛奶的。接下来佛呢就去泥莲禅阁洗澡，可是五比丘就看到，你看佛陀放弃了苦行，他竟然喝牛奶，他没有休息，我们离开他吧，所以他就走了。可是当佛成佛的时候呢，他洗完澡，然后呢他就重新坐在菩提迦耶发愿说，我若不成佛，我死的话也会不离开这菩提树。最后佛成佛了。当佛讲完大方广佛华严经21天以后，他就走向瓦拉纳西。这时候啊，五比丘看到他，他觉得哎，佛陀不一样，他整身放下了金光啊，他跟我们以前所看到的人是不一样，或许他真正证悟了。佛陀就说，善男子来吧，我为你说我究竟成悟的真理。所以你看这五比丘
就为佛开始披法座，这是藏传佛教的壁画。佛就开始为他说四圣谛，就是佛在人间从人的角度第一次弘法。事实上佛在讲阿含经之前，他都讲过21天大方广佛华严经。好，再看报身，这就是真实说，右边是大梵天王，左边是右边是帝释天，左边是大梵天王。右边拿白色的法螺，左边拿金色的法轮，亲自请佛为无量无边的众生说法。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佛在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是有多么的殊胜，就像这个照片一样，有无量无边的众生，有在人间的，有在天空中的，有在他方世界的呢，通通都听佛讲《妙法莲华经》。所以真实说释迦牟尼佛已经无量劫早就成佛了，成佛以后他就究竟永脱轮回，所以他可以千百亿化身道驾慈航广度众生。好，接下来再看这一段，我知道有些人也要抄，所以我先把它打出来。所以从中观的角度来讲 Madhyamika， 所以佛有分法身跟色身，色身就是形象，比方说现在大殿，你可以看到非常庄严、万德庄严的药师佛，药师佛的背后有药师七佛木雕，非常非常的庄严。这是什么？色身显现虚幻的形象。那我们看到佛，我们为什么生欢喜心呢？因为佛有万德庄严的功德。你知道吗？全世界有70亿人口，将近有5亿的人口拜释迦牟尼佛。那其他还有嘞，6亿的人呢，7亿的人呢，他们不一定看到释迦牟尼佛的佛像会有欢喜的。请问哪一个人可以全世界有5亿的人都在拜你呢？可能是 Mother Teresa 或 Mahagandhi， 对不对？你的照片不会全世界5亿的人都在拜你吧？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佛陀的功德。所以你不要认为大悲观世音菩萨是无中生有的，他是多生多劫的大悲力，所以东南亚以及全球华人的世界，可以说这个地球里面有一半的人都在拜大悲观世音菩萨。为什么？我们比说事多轻易佛，发大清净愿。观世音菩萨也是呢，亲近过千亿尊佛当老师，发大清净愿，所以他可以累积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从色身的角度来讲，虽然是虚幻的，但是你看到了，不管是木雕的画像，或是雕像，乃至于佛卡，你都要有恭敬心，它是佛的功德显现。第二个，法身无有形象。法身就像虚空一样，在《金刚经》讲，如来无所从来，无所从去，故名为如来，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也有如来本性，但是你现在没办法显现。就我举个例子好了，各位我们华人，请问新加坡包粽子，粽子里面都是包香菇或是 nut 核桃，对不对？当你呢粽皮呢包的时候呢，你在蒸的时候，你到香菇嘛，你必须粽子包了，然后煮好了，打开来，然后供养师傅和供养缘由，打开粽子叶子，然后切开来，你才会看到香菇，对不对？用这个比喻是说，我们的佛性就像香菇一样，是被包住的。你现在虽然讲你有佛性，可是你不是佛，你还没有成佛。所以讲说你有佛性，是你将来有成佛的可能性，可是现在的你烦恼还很多。不要说什么过去的事情你可能忘记了，明天的事情你也不知道。各位不要动，你的眼睛看前面，看是不是看那边？请问你的眼睛，你的头背后有长眼睛吗？你可以看到释迦佛吗？不要往后转。好，释迦佛和药师佛还有观音菩萨很庄严，药师佛的墙壁背后是什么？其实你看不到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心有时间跟空间的局限跟障碍，所以我们还不是佛。可是佛陀一样，佛陀的法身像虚空一样，过去现在未来不断了解的，这叫法身。第二，从唯识学的角度来讲，法身英文叫做梵文叫 Dharmakaya， 没有开始
也没有结束，因为它是一个人的思考。来看师父这里，我这边有一个隐性的盒子，是一个圆圈，我现在这样表演，绕一圈回到原点，请问这个点是开始还是结束啊？你可以说也是开始也可以结束。再看一遍，我绕一圈，对不对？答案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所以它是圆，任何一点都是开始也是结束，这叫做法身。我们人类的思考不一样，像桌子从左手边一直到右手边，有开始也有结束，所以我们有生老病死。真正开悟的时候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这有一点生，这叫达哈雅法身。接下来再看唯识的角度，色身就分为报身跟化身，报身是有开始没有结束，叫三摩嘎哈雅，这是梵文。有开始，比方说阿弥陀佛因地的时候，就法藏比丘在世间自在王如来面前发48大愿，他的确有开始。当他成就极乐世界的时候，极乐世界永远不会停，一直到现在极乐世界都存在广度众生，这叫做报身。所以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阿弥陀佛有84000相84000随行行，这叫报身佛。接下来化身就是我们这个地球的释迦牟尼佛，有开始有结束，梵文叫 Nirmanakaya。古印度2500多年前或2600多年前，的的确确释迦牟尼佛来了这个人间，印度的太子，然后呢80年广度众生，最后佛入涅槃。所以我们讲佛会入涅槃，是他是讲化身佛，有开始也有结束，这样了解吗？好，再看几张照片，就休息了4点钟，请看。所以讲毗卢遮那佛，我们在念供养偈，供养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供养圆满报身毗舍那佛，供养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各位，你在上供的时候，或是呢结斋的时候啊，过堂都念过这三个，对不对？这就是法报化三身，这是从唯识的角度来讲。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事实上是广大无虚空的。圆满报身卢舍那佛，看到这尊就是报身佛。所以报身佛是非常非常大的，报身佛真正出现在新加坡的话，你连它一根毛啊你都看不到，它的一根呢指头呢或者呢都比新加坡还大。报身佛是广大无边，只有阿罗汉就是大菩萨才可以看得到。好，接下来再看报身佛，光明山千华台上卢舍那佛，对不对？光明山会传戒的时候，这个就是报身佛，他坐在千华台上，有1000的毗卢遮卢舍那佛而传戒，对不对？我在台湾受菩萨戒的时候，出家菩萨戒也是由卢舍那佛而传，传到这个世界的释迦牟尼佛，所以。对不对？这个是报身佛，报身佛上面也带五方佛的宝冠，代表它有五方佛的智慧。所以报身佛传给化身，化身再传给这个地球的释迦牟尼佛。所以我们大乘传所谓的优婆塞戒经或梵广菩萨戒或瑜伽师地论的菩萨戒，谁传的呢？报身佛传给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再传给法师，再来传戒。所以传统上传戒会拜3个人，你可以写下来。第一个释迦牟尼佛，第二个弥勒菩萨，第三个文殊师利菩萨，这叫三师。第一个释迦牟尼佛是本身的教主，对不对？他是德界和尚。第二个开堂和尚，还有结摩和尚。结摩和尚是教你仪轨的，是弥勒菩萨。然后呢，教授和尚是谁呢？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智慧第一，所以你在受戒的时候，他会中间供释迦牟尼佛、弥勒菩萨跟文殊师利菩萨。这个就是正式传在家或出家的这个五戒、八关斋戒，或是最特别的是菩萨戒，就是这样传戒的。
好，四点时间到了，录影回到这里，我们休息半个小时。是一一的声音呢？好，继续说。刚才讲清净法身毗卢遮那国，圆满报身卢舍那国，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事实上，我们在上供的时候，我们就有法报化三身的思想，这个是来自于唯识中的思考。好，接下来再看下面的经文，第35页第14行，己二，举一个譬喻，德量久远。Examining the concept of the long time and so far by using example， 所以举一个例子，就是 by using example， 隔量久远，隔这里是讲 exam 的意思，就是检查或者是 exam， 就像我们考试一样。然后呢，隔量久远就是这个 the concept of the long time and so far。就是说，我们讲时间有开始有结束，比如说我是1966年出生的8月，那我活到多久，当我生命结束离开这个世间，所以就有开始跟结束。我们凡夫的思考都一定有开始跟结束，因为有开始跟结束，所以我们才能够活在这个世间上。可是事实上，从佛教解脱跟证悟的角度来讲，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所以永嘉大师《圣道歌》里面讲，梦里明明有六趣，绝后空空无大千。当你做梦的时候，你觉得你真的有在六道轮回，生了又投胎，结婚生子，成家立业，绝后空空无大千。当你真正开悟的时候，回去看到你过去是生生世世在天上住过，在人间住过，其实就像看录影带一样，是一场梦的。所以在一个开悟的人来讲呢，这些呢都是不会永恒存在的，这是它的差别。请看蠢一举譬问 asking by using example， 请看经文，譬如500000000亿那由他阿僧祇，3000大千世界，有这么多。假如有一个人抹为微尘，微尘就像灰尘这样小小，过于东方500000000亿那由他阿僧祇国，乃下一尘，如是向东行，一直走走走到世界的尽头，尽所有的微尘。请问善男子，你的想法看法是如何呢？请问这些世界可以思维计较还有知它的数量吗？好，请把最后一个知其数否画起来。答案是我们生活在数学的世界里，有概念。譬如说你去新加坡搭地铁啊，现在新加坡呢什么都涨，薪水没有涨，对不对？所以大家很苦恼，你压力从哪里出这个数字，对不对？你会觉得 living cost 越来越贵，什么东西都贵，然后呢坐那个 bus 或 MRT 都会涨价。答案是我们生活在数字的世界。比如说我们现在拿10块新币，对不对？我们去买2块新币，那当然它找你8块新币。那你为什么都会知道呢？因为你是在数学的世界里。同样的，我们生活在数学的世界里，所以我们习惯于有长有短，有好有坏，有男有女，没有错。我们必须生在相对的世界里，我们才能够活在这个世界。就好像小朋友一样，对不对？我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教小朋友都要教啊，小猫叫，小狗叫，对不对？这是猫，那是狗，这是男生跟女生。其实你都在教他分别，因为你分别，你才能够活在这个世间上。没错，你注意听。要把它打破分别，你才会开悟。所以我们常常都生活在数量上，所以因为在数量上，所以佛陀也顺着我们数量的这个比较跟分别，所以佛会有比较功德。哪一个功德跟哪一个大，对不对？我们常常会比呀，对不对？所以我常说不要跟别人比，
这样你不比是不可能的，反过来清醒下来，自己跟自己比，不要跟别人比，跟别人比你会轮回，自己跟自己比你就会出轮回，这样你不比是不可能的。比方说去年的你跟今年的比，去年脾气很不好，今年脾气好一点，很好啊。上个月很懒惰，这个月呢比较精进，你自己跟自己比，这就会成为出轮回，顺着你世俗比较的习气，可是推动你走向成佛的道路。所以自己跟自己比，不要跟别人比。接下来再看经文，答曰：丑二，弥勒菩萨具白佛言，世尊，世诸世界，翻过来啊，在36页，弥勒菩萨共同的对佛陀说：世尊，是所有的世界是无量无边的，并不是用人类的数字或所能够算尽的，也不是凡夫用心力可以能够比喻的。所以其实我们人类所知道的东西是很有限。举一个例子，可见光波，各位，现在我们在这个空气当中有很多的光波，你看不到，你拿手机或者 iPod， 你为什么会收到这么多的资讯，对不对？乃至于 radio， 不同的 FM、AM， 有很多很多的光波都在空气中呢。所以你不能说看不到它就不存在，但是它存在。我们人类看到的光波也是有限的，可是超越我们人类的范围之外，还有很多的光波，就像我们现在在这里 ，Meta 和首学一曲，我们在这讲经的那片里面，有很多的光波，也有很多声波啊，对不对？你看你现在坐在，有没有听到五 G 的声音吗？你听到了，但是它不会干扰你。同样的，我们人类的心脏是有局限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分别执着，所以我们就会有时间跟空间的局限。可是在弥勒菩萨，在佛，他们圣人跟凡夫是不同的想法的。请你写下来，凡夫跟圣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你为什么要学佛法。你看到的东西是真的，可是在凡夫看到的东西呢是这样，可是在佛菩萨的东西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弥勒菩萨说，我们凡夫的心力是看不到无量无边的世界的，对不对？接下来再看经文，一切解看幻灯片啊，我用颜色把它换起来，分成三段跟你解释。第一个，凡夫啊，世界是无量无边，不是用人类的数字能够完全计算得出来的。所以现在科学还是日新月异在进步。你看，在2500年前佛陀成佛的时候就告诉你，世界呢都一直在变化。第二个，声闻跟辟支佛，以他无漏，无漏是漏是没有烦恼的意思，没有烦恼的清净智慧啊，也不能够数出所有的世界到底有多少，所有的世界它的局限在哪里，它也不能够知道它的限数。第三个，我等，这里的我是指弥勒菩萨和代表，我等住呢八地不动地以上的菩萨叫阿惟越智地，阿弥陀经里面讲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阿毗跋致就是阿惟越智，华严经有十地菩萨，阿惟越智就是八地跟七地叫不动地的菩萨。对于这个世界的所有一切的事情啊，我们也没有像佛陀一样究竟空达。世尊，你是究竟成佛的人，你一切的烦恼都已经彻底的清净，一切的智慧悲心圆满，彻底的圆满。所以世尊，如是的世界，事实上答案是无量无边的。接下来再看丑三，在第36页第14行，何显久远？Together showing the combination of the long time and the so far. 请看经文。尔时佛告大菩萨众：诸善男子，今当分明宣语如等。是诸世界若以围城来算，即不执着围城算，完全以最小的单位来讲，
一个围城算一劫的话，那我成佛以来是超过此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劫。在印度的数学里面呢，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劫是代表无量无边的。那在佛陀里面呢，他比喻里面，在印度州各位去过 Ganga River 恒河，那看过恒河的沙细得像面粉一般，所以佛陀在恒河两岸说法，当他要形容数量是无量无边的时候，就是像恒河沙数，所以像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代表无量无边的意思，这是印度的数学。那以现在来，我们可能是 million million and million and million， 对不对？事实上佛陀呢，他说我成佛以来已经经过无量劫了。接下来再看36页到37页，先看36页第25行，人二名三世物意。我刚才讲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分二回一法说，分二即一证明三世物意，分三请看丑一，说明《法华经》在过去无量劫无量劫啊利益过很多的众生。 Indicating the past benefit for all sentient beings。 好，分三，然后接下来再看下面的，请看37页。人一过去亦物处， showing the praise of the past benefit for all beings， 请看经文。37页第7行，从事以来，我常在此说我世界，请看他的脸画起来。释迦牟尼佛永远不在说我世界，他现在一个人，但是你看不到他。举一个例子好了，各位在座的，你去过美国的请举手。去过美国旅行的举高一点，你没有举高一点，把你看看只能是这样，看看别人的举高一点。去过美国，好，手放下。好，去过美国见过奥巴马总统的 face to face 的请举手。很少啊，这种不容易，对不对？好，问题是来了。好，刚才有举手去过美国，那没有去过的人，你怎么知道美国存在呢？美国在啊，通过 TV 啊，去过的人回来说啊。还有大家呢，我看有见过奥巴马总统的请举手，因为我也没见过，可是我们都知道的奥巴马总统，为什么他存在？你没有见到并不代表他不存在，了解吗？要需要时间、跟空间跟条件。同样的，释迦牟尼佛生生世世住在娑婆世界，你没有碰到，并不代表他不存在。事实上，佛陀都在。所以你见到他，就像你见美国奥巴马总统的话，第一个你一定要跟美国大使馆或是呢国会议员的 center 要通电话或 email， 还有 make an appointment。不要说奥巴马，新加坡的对不对？你要见他总理，你要跟 make an appointment。也不见得你每天都没见得到啊。就同样的，释迦牟尼佛生生世世都住在娑婆世界，所以你没有见到他，并不代表他不在这个世界啊。见到佛要有人，要有条件。所以请看经文，自从他成佛以来，我常处在娑婆世界说法教化，也在他方世界，请看一于一处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国土引导的利益众生。怎么说呢？举个例子的，比如说新加坡的年轻人喜欢读新加坡国立大学，当然家长很优秀，他想考美国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那是全世界排行榜前十一的学校。那新加坡的有些年轻人也喜欢走英国体系，剑桥大学或牛津大学 Cambridge 或 Oxford， 对不对？你去那边念书，你目的是暂时离开新加坡，暂时离开新加坡并不代表你都不贡献这个社会啊。你为什么要到英国或美国全世界最好的学校去读书呢？答案你为了呢充实自己嘛。有一天当你得到 PhD 呢 Congratulation 的时候，全世界任何学校你有条件你都可以去教他嘛。答案是你要先得到 certificate。同样的，当大乘佛法里面苦口婆心地告诉你为什么要求生净佛国土，答案是呢
你若不求生最好的净佛国土，就好像呢你没有进入好的学校，其实你要靠自己成佛的确是很难的，对不对？真的。所以很多人对净佛国土有误会，就好像说我们大家都去极乐世界了，那这个世界怎么办？错啊，大家都去哈佛大学念完他毕业还是会回来新加坡，那就算不在新加坡，他到其他的国家去教书一样，他贡献我们这个 universal， 也贡献我们这个地球啊，对不对？举个例子，我以前是 Digital College 毕业的，对不对？我有遇到全校最好的老师来教我，最后我出家了。出家了以后，我并没有说不感恩学校。今天师父能够在这边讲净弘法，我说过传统很多很多的训练，那我要感谢我 Teacher College 呢教我所有一切的老师啊。他不会说你出家了那就对社会没贡献，错，我的贡献是 international 的。所以有时候你对佛法不了解，你会用自己的想法去错误的理解。求生净佛国土是每个人都应该修的，你先到好的净土去，跟着弥勒菩萨，我可能的东方药师佛，或者供的西方阿弥陀佛。当然了，你很认真的修法《法华经》，有一天你回到印度灵山会上见到释迦牟尼佛，你也可以跟释迦牟尼佛继续学佛法。等到你证到了佛教 PhD 的时候，叫阿毗跋致不动地的时候，你道驾慈航，那你就不单单是当新加坡人了，千法亿化身啊，过去现在未来的父母师长亲朋好友你都能渡他。问题现在呢，你渡不了他，你自己还是苦苦恼恼的凡夫啊。所以应当亲近佛陀，应当发愿求生净佛国土。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佛呢？有，你得很用功修五戒十善、禅定、发菩提心，甚至念弥勒菩萨的名号，上身都在内院。就像中国道安大师、窥基大师、玄奘大师、太虚大师、虚老和尚，我现在念的通通都在弥勒内院，他们也听得到我在讲话。但是问题是你看不到弥勒菩萨，所以希望新加坡的佛友不要动不动就批评净佛国土。任何一个人要成佛，都要修六度波罗蜜跟净佛国土。当你就好像我刚刚比喻一样，到美国、到英国去留学，他去留学的时候，爸爸妈妈为什么那么辛苦？哎，要存钱来提供他，不是很多学校也给他 scholarship 的，就是希望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一天学成归国，可以利益全球的所有人类嘛。求生净佛国土就是这样。所以我公开回答，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会不会再来？会，你会成愿再来，可是你是大菩萨，你绝对不是凡夫，对不对？你现在呢苦苦恼恼，对不对？来生一样还是很苦的吧。请看下面的经文，人二服过去的积疑，他要去除过去的疑惑。请看诸善男子，我在这个过去无量劫当中，在娑婆世界常住世间，在这个中间我说金刚经里，我遇到燃灯佛，对不对？请在旁边写佛成佛的时候要三大阿僧祇劫或无量阿僧祇劫，不管它分类怎么说，第一个阿僧祇劫他会遇到第一尊佛为他受记。金刚经里面讲释迦牟尼佛就遇到燃灯佛为他受记。什么叫受记？注意听，受记不是预言，预言会变。受记叫做呢 confirmation， 就是给你证明。比方说你现在进入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四年，你只要不留级，没有 fail， 四年以后你一定会毕业啊。为什么？你有 certificate。 同样佛为你受记，就是说明他们成佛的名号。佛陀遇到燃灯佛第一个阿僧祇劫的时候，他为他受记。你成佛的时候，在无量劫、无量劫、无量劫，在我们这个地球娑婆世界成佛，叫释迦牟尼如来。你有正法、相法跟末法，正法一千，相法一千，末法一万，一万两千年，对不对？你成佛的时候，你有多少的众生，你的国土是怎么样，燃灯佛为他受记。到了第二个阿僧祇劫呢，他功德庆祝的时候又为他受记。
第三个阿僧祇劫会有三尊佛跟他同时受记，分开受记，但是三个人讲的都是一模一样，这个就叫做受记。那假如你发愿要去见弥勒菩萨，那弥勒菩萨就会告诉你受记，我发愿呢只希望阿弥陀佛将来为我受记，对不对？那我成佛的时候呢，我的佛号是什么我不知道，可是我可以告诉各位，来跟各位分享，我成佛的时候呢，我手上拿什么，拿两样东西我已经想好了。第一，我会像观音菩萨、地藏菩萨一样拿个摩尼宝珠，因为我觉得呢，所有的众生真的很苦，世出世间有太多的祈求，健康、长寿、家庭、婚姻、世界，很多人都这样脆脆念、脆脆念，到时候我摩尼珠一放光，哎，就不用念了，我都知道。你讲讲重点就好，我会满你的愿望。第二个呢，我右手会像韦陀菩萨拿一个金刚杵，保护佛教。你呢，求满你的愿望，求了愿望以后你不用功的话，我半夜会拿金刚杵打你的屁股的，让你知道佛教要靠自己精进修持的，对不对？这是我已经想好了两个法器，另外其他我还在想中。每一个人都会成佛，佛会为你受记。这是真实的，佛教伟大的地方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佛，可是其他宗教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当上帝，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阿拉的，所以佛教跟其他宗教是有不同的地方，你要搞清楚。接下来请看，释迦牟尼佛在第一个阿僧祇劫《金刚经》讲遇到燃灯佛为他受记，因此佛又说，我又入了涅槃，其实我都是以方便分别，把方便分别擅长方便而告诉你，其实这都是方便说，就是什么方便是指 skillful means。 事实上佛陀呢，他是成就无量寿的，请看菩提迦叶石雕，过去现在佛右边那尊就是燃灯佛，中间释迦牟尼佛，左边是当来下生弥勒尊佛，本来的佛像是应该这么供的。所以你多读一些印度的历史，了解图像的演变，就是跟你现在所看到的东南亚佛教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东边是供什么？药师佛，是中国唐朝以后，在印度右边是供燃灯佛，左边呢是当来下生弥勒尊佛。所以没有一个佛教徒不拜弥勒菩萨，没有一个佛教徒不拜大悲观世音菩萨的。为什么？因为是众生你的分别，所以你不喜欢。修净土的人也应该拜弥勒菩萨。接下来再看，我很高兴的在印度在尼泊尔一个藏传佛教的寺庙所拍铜鎏金的过去燃灯佛。你看他头顶上有个舍利塔，成佛的时候代表他无量光、无量寿，智慧、福报、智慧都一样圆满，其实他长得都一样。而至于手上的法器是不同，那是因为他过去世的愿力。像一般我们讲观世音菩萨拿羊脂净水瓶代表他的大悲心，文殊菩萨有时候拿莲花般若经或拿如意，普贤菩萨也可以拿莲花。所以大部分呢，成佛的时候他的智慧相貌是一样圆满的。你可以看到藏传佛教全部铜鎏金的这一尊佛像呢，可以买新加坡3间到5间的政府主屋的。你就可以看到藏传佛教人对于三宝是非常的发心跟虔诚的，所以他们也很有福报。接下来再看中间释迦牟尼佛拿钵，右手拿降魔印，前面是马尔拉大医师，那没关系，我讲一个后面这一尊，对不对？接下来再看左手边弥勒菩萨说法印，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庄严，是铜鎏金的，是不是？所以他因地里这样供养三宝，所以当然他们呢在行菩萨道当中就有很多福德因缘的。好，接下来再看37页，银山明过去义务所宜分二卯一感应。好，我们最喜欢讲感应，对不对？ Feedback of the religious practice， 真正的修行它是有感应的，它是佛法给你产生信心的力量。请看经文，诸善男子若有众生是
释迦牟尼佛说，来到我的面前，来到我所，我以佛眼观他，先看他的性等，性等以及在旁边写性净念定慧，是代表五根。我释迦牟尼佛会用佛眼先观察这个人的性净念定慧五种善根，有些善根很薄，有些善根很厚，诸根立顿，随他的机缘而度化他。看卯二湿化 ，teach in the ways of the various skillful means。分二，请看乘一名行身两义 ，indicate the benefit for both sides by showing the form and the speaking voice。好，注意 showing the form， 佛在世的时候，他会显现万德庄严的形象，还有佛。会跟你讲话 speaking voice， 请翻过来，处处自说，名字不同，年纪大小，所以根据释迦牟尼佛的慈悲，他复现呢，他入涅槃，又以种种的善巧方便为你们说法，所以你在看阿含经或佛在大乘经论里面呢，佛都会有不同的方式为你说法。好，我在这里想到一个故事，从前在印度有一个人，他是商人，他有一天得到一个摩尼宝珠，是圆的，非常的亮，会放金光。可是呢，他呢都问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功德是功效是什么。然后有一天他遇到了频婆娑罗王，频婆娑罗王说：“哎呀，你有这个珠宝是很稀有，这到底是什么呢？你也不知道。”频婆娑罗王很护持释迦牟尼佛，就带着这个人商人去见佛陀，去顶礼。他说：“佛陀，你是一切智者，你可以告诉我这是什么东西吗？啊，这个到底有什么功效呢？”佛陀就笑一笑，他说：“傻瓜，你有宝，你自己不知道。”他说：“对，我就是不知道，所以来请教佛陀啦。”他说：“其实你拿了这个，看起来像琉璃呀，事实上是大海里的一种鱼，它的脑，这鱼非常的大，它的脑髓里面的一个珠叫摩尼丸，这个摩尼丸呢。”是很有功德的，很稀有。然后呢，假如生病的人碰到它，哎，你的病就会好。你身体没有气力的呢，碰到它，你就会变成非常有精神。然后你对它任何祈求，你这个呢，说满你的愿望，其实它是大海里面呢一个鱼王，鱼啊，像龙王的鱼的一种，它是当王呢，它身上的功德而显现的一个摩尼宝。它像琉璃一般，是非常的珍贵的。那这人听到了，非常的高兴。他想，既然这么珍贵，他就问佛陀：“请问这个稀有吗？”他说：“是的，是很稀有。”他说：“那这样好了，佛陀，你是成佛的人，我把这摩尼宝珠供养你好吗？”他说：“好，接受。”接受完了以后，佛就为他说法。啊，他是一个商人，他就问他：“你做生意好吗？”他说：“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他说：“你想不想出家呢？”你来修行吧。他看到佛陀，我能出家吗？我想要出家。他说：“可以啊。”佛陀跟他说：“你有善根啊，你好好修行的话，对不对？你将来还会出六道的。”最后他就跟佛出家了，作为比丘，昼夜精进的当中，一个月他就证了阿罗汉果，就看到自己过去、现在、未来。当他出了家以后呢？阿难尊者就很好奇，就说：“哎，佛，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而且这个人看到你非常的高兴啊。”他说：“他不单是这一生看到我，其实过去在无量劫前一尊佛叫迦摄佛的时候啊，他也是我的学生。然后我在身上休息，他呢拿了一个呢树头的木头，像千年的檀香木一样，他来问我，就跟今天一样，还是笨笨的，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他一样来问我，那当时呢，我也跟他讲这个檀香木有什么功德，很好，哎，然后呢，他最后还是供养我。所以在前面一尊迦摄佛的时候，他就是呢修行的人。可是啊，在无量劫到现在啊 ，busy and lazy， 后面佛没有讲英文，他讲印度话，就是忙碌，而且呢又很忙，又很懒惰。你看他在迦摄佛那段时间呢，他就已经是修行人，修到极致，到这尊佛，你看我已经成佛了，他现在还在问呢。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佛陀有种种善巧方便，轮回里面岂不是只有一次有多生多减的？你想想看，在前面一尊佛他就遇到了佛法，可是呢他一直在做商人，所以呢每天的心都是往外跑的。当然他也说过，有说生意好，有说生意不好，所以到了下一尊佛释迦牟尼佛成佛了。